你在左边，我紧靠右。好，我收到了两份东西，然后今天是中秋节，然后呢是迪奥寄来的礼品，是月饼来的，那我们就一起看一下好了。很好看欸，感觉比往年的好看，然后看一下长什么样子。哦，它里面还有它的那个 logo 欸，不错不错，挺好看的。我现在有两盒，噔噔，也是一样的。哦，这很好看，我觉得这盒子可以留着，真的很好看。OK， 然后我们看一下下一个，是我上网买的耳环，我最喜欢的牌子叫 Annalisa， 是一个美国的设计师品牌。哇，好包里哦！噔噔，这封的怎么这么严实？真的很喜欢喜欢金的那些耳环、首饰啊什么的。然后所以就是这个买的都是，我来看一下，我都有点忘了我买了什么啊，就是这种上班的时候可以戴，就比较好看，而且比较百搭，比较简单。哦，这个也好看，这个是我要送给同事的。然后还有好多呢，也是这个我超级喜欢，看，哒哒，很好看，很可爱。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是一条项链，啊，我要戴起来了，好好看，啊，好开心哦，啊，好开心开心。然后我跟他，他就帮我要电话号，然后我就说弄，帮老板，再搞一下。Hola。Thank you.
I got my peaches out in Georgia. I get my weed from California. That's that shit. I took my chick up to the north, yeah. Badass bitch. I get my life right from the source, yeah. I got my peaches out in Georgia. Ooh, yeah, shit. I get my weed from California. That's that shit. I took my chick up to the north, yeah. Badass bitch. I get my light right from the source, yeah. Yeah, that's it. I got my peaches out in Georgia. Ooh, yeah, shit. I get my weed from California. That's that shit. I took my chick up to the north, yeah. Badass bitch. I get my light right from the source, yeah. Yeah, that's it.是我刚刚去小朋友拿的口红，然后出了一些新的颜色，噔噔。然后这边是买的，就是我卸妆的，然后还挺好用的，也是朋友推荐的。然后就去，因为快用完了，所以就去多买一点。是这样，开心。这是之前我 intern 的公司，有一个叫做 Emerald， 那里面有一个 candy， Hot Rabbit Candy， 大白兔奶酪，就是很标准的中文名字。太过看出已不同的世界。是我安定的家，在床上侧滑落的照片让我变沉默。太久太久，是否过得太匆忙了？快乐太羞涩了，现在只剩下一张照片，变成了一个人。爱的是我错过，没有没有再被谁。想着试一试，谢谢。